说，姐姐，姐姐在哪里？龙哥，我跟你说，刚刚三姐给我发信息说，彤彤兴致勃勃的，去找甜甜耍，结果没耍一哈儿，回哭泣哭泣回去了，很委屈。他咋去了嘛？说彤彤说的，甜甜不跟他玩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不是周末嘛，把甜甜带回来了。他一回到橘河，早上一大早出去，到晚上都不回家的那种，吃饭还要让我们去叫他啊。刚好他的小姐妹在橘河去找他玩，结果我们的那个妹妹就是三姐嘛，说跑去找甜甜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哭着哭着回去了，说甜甜不跟他玩，去帮他找到我，好好你骂他，一天耍到都不归屋了，是不是？走，找姐姐，走。这个才睡醒啊，梦梦睡也梦梦啊。等下妈妈给我写一些出来。现在甜甜在县城里面读书，很少回来，但是每次回来都玩得特别疯。以前还好一点，现在越玩越过分了啊！真的是叫都叫不回来了。这怎么今天晚上你自己？龙子月，你飞不飞去？要飞去，每天要我来请你啊。我肯定是耍的你的孩子，你偷偷干嘛去？跟溜了他一起耍了。妈妈问你过来，后面过来找你耍没耍的？没耍好久就过去了，他哭了。跟我说，啥子原因？你敢？老实说，人家高高兴兴过来找你耍。问你。那他过来，他过来找你，你要跟他耍呀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耍？人家过去哭泣流了的啊！你们欺负他们了？那是哪门事啊？人家过来找你耍，你要跟他跟他玩，你们是好姐妹，是不是？那么久没在一起耍了？然后他也说的好姐妹，结果刚刚打我一顿。他打你呀？他打我了一顿。他打我了一顿。我还。咋晓得了？啥子合适你要归屋啊？你看那个手。是不是该挨打？你看不挨干净，你咋去摸管你去？你看那个脸哟，真的是。认真说，好生说，站好。如果下次再犯，咱们说。哇，好。你是个女娃娃，妈妈一直跟你说你是女娃娃，你看你脸色好嫩。脸不嫩，你自己去照下镜子，你问下爸爸，你看嫩不嫩？脸不嫩，头发。再回去。好玩。咋了？朋友们，黑了，你耍的不归屋。来吧，如果说能转账，这个是最为关键的。下次再那样子，妈妈就要收拾你了啊！我不再跟你那么好说了啊！你是错误的，你晓不晓得？转回去了。转。回去把手洗吧，你看你那个手，哎呀，天哪！走走，一下，好狠走！哎，小朋友是这样子的啊，都有几个玩得好的玩伴，但是也有不好的时候，就是玩得太开心了，忘乎所以了啊。